又到我们的开箱时间，哎，这次要开什么东西啊？这个是《星际大战》的宝箱，那我就四个，开了，开的是什么？哎呦，这是什么啊？磁碟片吗？哦，这是什么飞机 ？Fighter， 这个嘞？这好像也是飞机的零件吧？哦，战舰的零件哎。好，开第二箱。哦，这样磁碟片吧？是金色的吗？哟，这什么？这什么人啊 ？MVP Selector 3，这什么？Command Victory Pose， OK， 他是胜利的姿势。我们换 下一个。哦，狙击手的姿势吗？这是什么？这是一把枪。这个呢？这是一个卡片。Cool。我们来开第二个啊、哦！哇，这其实应该是铜吧？哟 ，MVP， 胜利的姿势。10K。他给安装哦，他的枪啦，获得武器耶，所以看下一个。哦，这应该也是卡片，开了开了，绿色的。欸，有金色的哦，看他的银色是什么？哇，看一下这个 crafting card。Parts 是20，不确定是什么。这个呢？哇，重装的金色的武器，安装。哇，是可以装上去的，酷。哦，它的造型哎，哇，这个呢？装。哦吼，帅哦！哦，酷，这个呢？装了，这应该是哦，这个是突击兵的牌哦。哦，这是类似像手榴弹吧？装，酷，看一下有什么？这个呢？我还有啊。Starfighter Crate 这可以开吗？不行了，啊，这要钱了。OK， 开箱完毕。我看一下这个收集的这个部分啊，这里可以换什么？啊，姿势可以换。然后这个是枪。纸枪的后坐力比较大，但是可以射比较远，换它了。然后这个有吗？只要钱 ，cost。其他的装备要钱啊。哎、欸，不错啊，至少我的重装的这个兵呢，有得到一把好枪，然后还有它的外观。然后这个狙击枪的话，有获得。這是什么？算了，我给它装上去了。這是什么枪啊？哦、这个伤害减少一格，但是可以射速比较快，冷却时间获得一格。换吧，对。然后这个是什么？换一个，这是它的姿势的。这个有获得吗？
这个没有。我看一下这后面还有什么。哦，这飞机的。这个是增加什么东西啊？装了。不懂，反正就给它装上去了。这个呢？我的 heavy 是不是可以？可以选什么东西啊？看一下第一个。没咯。好啦，看下这个英雄有哪些个。目前有这个 Booba。哦， Booba 的他有一些特殊的装备，获得之后可以安装起来。然后看看别的人的这个 solo， 他也是，哇，这把枪好帅、啊！OK， 我先介绍到这边，下次再见喽，拜拜。